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？刷牙、洗脸、整棉被，还有要听《圣经》，好好听。大家好，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到《以斯帖记》第四章，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，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嚎，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，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，犹大人大大悲哀，禁食哭泣哀嚎，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，她甚是忧愁，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，要他脱下麻衣，他却不受。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，吩咐他去见莫迪改，要知道这是什么事，是什么缘故。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，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，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，又将所抄写传遍书山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，要给以斯帖看，又要给他说明，并嘱咐他进去见王，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，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，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，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，无论男女必被致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不得存活。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，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，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3昼3夜，不吃不喝，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咯，下次还要记得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哦。